观电影文化城。那我们一行呢，目前有14个人。对，我们今天很快乐要进去参观。那我们杨大哥在买票，我们一起走吧。红飞布，红飞布。哦，是啊，我们两个摆 pose 啊。等一下要有人表演。我们一家那个枪，清兵啊，那个清兵。你是啊？你有甲讲咱演艺界有较少无？哎，不过你那破壁的防蚊，现在在干嘛？嫩的。现在在干嘛？说那个现在在喷防蚊，因为里面有小黑蚊。小黑蚊。为了我们健康，我们还是不去。摄影师也要。因为他比较可以吃，没有，因为他的肉非常可口，所以说，一个人爱剥皮，一个方便皮啊，放在泳池里面。都是化妆品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你这不会拿呀？这，好，我们这边进来喽，来啦。进来喝酒啊！OK， 要进去了。上演了，上演了，别那么是别来拍电影，还用搞？我告诉你，一张票250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玩一下。来，请往里面走，谢谢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。